翠花今天从山里采到点茶树菇，这些蘑菇看起来挺不错，翠花准备撕开煮来吃。天来难得回来一回，便主动帮翠花干些家务。饭锅里沾了满满一层剩饭，天来视若无睹，毫不在乎，自顾自地在锅里灌满清水，架在炉火上。当地人都有不爱洗锅的毛病，这种习惯很不好，但他们早已习以为常，这样确实也能节约几口粮食。翠花眼见今天老公天来掌勺，自己也乐得清闲，便坐在一旁看着天来干活。自家磨制的玉米面颗粒较粗，之前需要用筛子筛掉较大的颗粒，这样煮出来面团才能够细腻软糯，口感均匀，不至于割掉牙。这种白色的糯玉米特别适合煮玉米面团，它比咱们常见的黄玉米要粘稠一些，口感软糯香甜，并不难吃。天来将玉米面用螺筛筛好后，舀上一瓢放锅中大火炖煮，整个过程需要不停搅拌，防止粘锅。翠花在一旁坐了片刻，看着天来那笨手笨脚的模样，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便挪动过来身子，从天来手里夺过饭铲，熟练地搅拌起来。这种面团口感糯糯的，软软的，只是不太好消化，而且制作过程也比较耗费臂力。在两人轮番搅拌之下，玉米面完全吸干水分后即可盖上盖子，小火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趁着煮面团的功夫，翠花和孩子们开始摘菜。回来时路过采摘的茶树菇，色泽金黄，味道香郁，如果用来配着鸡肉一块炖煮，想必会特别好吃。可惜翠花家里今天没有鸡，这一点点蘑菇显然并不够吃，还需要搭配上野菜一起炖煮。请继续观看，别人家里顿顿吃肉，翠花家里天天吃草。天来回来时路过，从山坡上采来一些小野菜，野菜看起来比较嫩小，有点像马耳菜，也有点像香菜苗。天来将采来的野菜捧在手里，用镰刀切碎，整个操作看起来很危险，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。天来将切好的野菜用水桶提到水龙头下稍加冲洗。天来做事粗鲁任性，野菜里面的黄叶子也没见他摘，这种野菜我没有吃过，所以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但是在这个季节，尼泊尔的山里人家家户户都会采来吃。这种小野菜和冬季的前麻草被尼泊尔人称作保命双雄，只要你感到饥饿或者家里没有吃的时候，即可到山坡上随手采来，大自然给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和取之不尽的资源，却将他们深深地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。翠花和天来肩并肩，腿靠腿，你挤我，我爱你，互相依偎着坐在一起。天来一天到晚在外风餐露宿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翠花独处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，互相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气息。一瞬间，翠花仿佛回到了初恋的美好时光，脑海里回忆着曾经的懵懂岁月，只是眼下繁琐的生活很快将她拉扯回现实。翠花回了回神，在锅里面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撒入小茴香和咖喱粉。天来将淘洗过的茶树菇抓进炒锅，大火煸炒，出双入对，干活不累。两个人贴在一起，一边聊天一边煮饭，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请继续观看。天来不是德才疏，他无法给翠花大鱼大肉的生活，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为老婆孩子采摘一些茶树菇调剂生活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天来没有德才疏的狩猎本领，也不会像德才疏那样卖弄幽默，一天到晚皮着脸，耷拉着一对小眼睛，戴着一顶运动帽，看起来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稀稀拉拉，自己的男人自己疼。翠花看天来是怎么看怎么顺眼，怎么看怎么喜欢，炒锅太小，
青菜太多，使劲塞进去后一通按压，勉勉强强算是盖上了盖子。小火炖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，趁着这功夫，天来又自告奋勇地帮翠花缠羊毛线。他一个不小心把手都缠了进去，惹得自己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茶树菇和野菜在火力的作用下已经变得柔软细腻，一家人盘腿坐在地上，铲上两勺面团，配上两勺茶树菇炖野菜。天来顾不得烫手烫嘴，用手抓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蘑菇的鲜味和蔬菜充分融合后确实并不难吃，他们从来也没有吃过鸡精味精之类的调料，所以偶尔吃个蘑菇，鲜味便足以震撼到每一个味蕾。天来边吃边说，我感觉这比烧鸡都要好吃。翠花反问道，你吃过烧鸡吗？一家人闻言都被逗得哈哈大笑。晚饭吃得正酣，突然屋外的大黄狗剧烈地咆哮起来。天来连忙起身跑出去查看，原来是隔壁的邻居王胖子过来串门。经常听说王胖子的大名，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原来王胖子并不胖，只是他贪心还贪嘴，每次做什么事都想一口吃成个胖子，所以才有了王胖子的称号。王胖子听说天来这两天要去镇上采购东西，所以让天来帮着买上一些调味料和几节干电池，作为山里人这两样东西必不可少。对于这样的小事，翠花和天来当然满口答应。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他们两家又是世世代代老一辈的交情，互帮互助也是理所应当。这种朴实的邻里关系现在在城里早已看不到了，让人不免心中有些惋惜。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人性的冷漠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与人的疏远，这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感谢观看，谢谢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